一瓶油焖大虾，整这一罐。今天你续地儿啊，来普及一下子咱家大虾的正确吃法啊，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把这小脑瓜，哎，你给它去掉，哎，小腿儿你给它拽掉，哎，别留啊，尾巴，哎，这么轻轻一扭，完活，直接造，别扒皮儿，带皮吃啊，还不干，学会没啊？其实特别简单，其实特别快，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就两下子啊，哎，慢慢。